承蒙大家的厚爱，本公司获得了优秀经营奖，我非常感谢主办单方南洋商报对我们公司的认可，颁发了2022年优秀经营奖给我们公司。这一路走来，说容易不容易，说难不难。我特别想感恩的是我的家人和我们的团队，尤其是我的太太，没有我太太在背后的一路支持，我也不可以很专心的心无旁碍的为我们的客户服务，争取这一次的努力。这个奖项不仅仅对我们是一份荣耀，而且对我们添加了一份责任。